咁啊，仲有四日咧就過年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咧，係庚子鼠咧，就係我哋中國十二生肖入邊咧第一個生肖，係十二生肖之首，可以咁講。咁亦都係象徵住一個新嘅循環，一個新嘅開始，亦都係可以講標誌住一個新嘅機遇，當然都係新嘅挑戰啦。咁我希望咧喺送豬迎鼠嗰個時候咧，我祝願一個市民。全港市民各位媒體朋友咧，就係嚟緊呢年咧，我哋香港係一個和平嘅平安和睦，仲有咧社會和諧安寧。希望我哋香港亦都可以回復翻我哋個家庭大家庭咧，回復翻我哋以往嘅温暖同埋一個生機，盡快走出而家呢個局面咧，係再度咧可以講係重新出發嘅。